你不要跟我抱抱，应该靠近麦就来。因为我介意你，所以我真重视你的感受。敢讲这一切，你拢无感受着？你介意我是你的代志，我对感情无任何期待，我对人生嘛无一点仔希望。我无想要再受到伤害，所以今麦我要一个人过日子。我更加无需要有任何人有条件的保护。雷信，我唔相信你对我无感觉。到底要安怎做，才袂一直活过来啊？无想要让什么人活过来啊？敢是拄只迄个长腿帅哥？你要把我惊死哦！是你一直伫遐失神失神，唔知到底是想啥？你当时再来，就伫你一时安尼笑眯眯，一时安尼摇头改变的时阵，我就对着后边。你这样子走出来要创啥？表舅请食饭的，足难得。你是安怎把在食惯？啊！你用安尼走出来，我袂放心吗？我大人大正，是安怎袂放心啦？你有心呢，搁安尼走出来啪啪走。你一定不知道你走出来的时阵，我表舅晚年烦恼，我当然要踮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你顾条条啊。有啥物通好顾的啦？我问你哦，你甲迄个长腿帅哥是安怎识识？是伫倒位识识？恁两个人是咪在讲？我唔知你咧讲啥啦。怎么呢？小刺猬哎！啊，那你叫狗子呀？就想要甲伊带转去厝。我唔是排队到我厝的姐姐，我唔是排队到我厝的姐姐。好，抓到好，小子的内底阁有迄个长腿帅哥的声音，哥哥，恁两个人无安怎？讲哦，恁两个人什么关系？我甲放假。你现在遐尔小气啊？甲我讲一下安怎？伊就甲我已经不是朋友啊，你莫阁问啊啦。哥哥不是朋友，伊一入门哦就甲你紧紧看，讲啥物过去式根本就是现在进行式 ing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莫甲我骗哦。哎，你好烦啊！你倒去也算是啊，卖烦呐。人心，你等我啦！你还没甲我讲呢，你紧甲我讲啦，快啦，讲啦！我甲你讲哦，好奇心会杀死一只猫。刚刚你要和我好奇几世人？哎呦，到啦，够烦！哎呦，你紧甲我讲啦。今天发生很多事情，害我整个头壳乱糟糟，阴暗一定会顾不住，要麻烦你啊，让我较好睡。人性，不知道他痛到多严重，不要猜，谁叫他家嫁婆。敢有这疼？你夹着我烫着的手，你还敢有药啊？
害你受伤。好佳哉，毋是你烫着，那无我真正毋知要安怎。我查甫人皮粗肉厚，较无差。莫讲这红声，烫到就要碰趴，阁予我用门甲你压着，真正袂疼。疼，啊毋过，甲你予我疼比起来，真难算啥。哥在我心里真正的感觉是，就算你真正是一只小刺猬，把我插到规身躯拢受伤，我嘛是想要跟你做伙，想要永远跟你烂条条。你是迄南公关因关系啊？我讲过，我上讨厌花言巧语的查甫人。那安尼以后，我较卖讲话。你真正歹讲话啊！是你跟我歹讲话啊！我是，你是来遮创啥？我是来求你甲我包养。你讲啥？我甲阮妈冤家，即摆毙命。我的钱甚至信用卡都给阮妈断了了，我即摆连小套房的房租拢付袂起。敢那会用来找你救命？我家己就有路无厝啊！我是用啥物要家己保养啊？拜托嘞，去找别人，莫伤害吼！我是你的债权人呢，你阁欠我40,000块。你毋是讲要还？而且你讲会当给我用一年的，你的1,000,000嘞？我根本无1,000,000，你也毋是毋知。原本是要用这个借口跟你保持距离，是为了要保护你。伫咧说服阮妈接受我形象离境前，予你一个安全、无受干扰的生活。谁知影，阮妈跋这两个，逼我离家出走。总共一句，我决定了，无论是谁，拢无法阻挡我形象离。啊，不过现在我自己都睡倒脚，我哪有话都顾虑到你啊。喝一些饮料，吃一个饭，我还会看的。至少你要先替你自己找一个大的地方啊。我找到，就住在你的隔壁。你，完了，你早就计划好，你是要演倒一出了？苦儿流浪记。你再讲一遍。噩梦娃娃，你讲我是不是真可怜？已经离家出走啊，阁有人无要插我，你就唔甘的吼？陈楚典好吗？咱今麦已经唔是囡仔，嘛唔是青少年了，莫用这款幼稚的方式甲我讲话。那呢，我该会当带你去边？你家己趁钱，家己选大个所在，我也无法度阻挡啊。安娜，你今仔日辛苦一工啊，我无要睬你，有话明仔再讲。咱即摆呢，敢有算好好？我知影。
我已经等袂赴要看高家迄个人，看到咱是无话大头家，因是啥物款的表情，啥物款的心情，啥物款的反应，一定就好看。这黑函是一个录音档嘛，啊，内底会当证明是你叫人去做这条假新闻。你今日敢出来玩？是的。爸，志宏，这回你唔呐害我失去电视台的头颅，佮会害我好难过。我无听你做伙死，我哪会讲？我伫讨论林夫人的身份哦，你无实在无要紧，实在我唔好。我知啊，这是一场骗局，我中计啊，我害到一丁哥啊。这一丁哥啥哩哦？笔画配置弄唔是情况，走地爱改。不知道这件事，我不相信。我把事情查清楚，我做了，给你一个交代。我已经和张家良害到什么都无啊，只要回来是无妥的，我死嘛不甘愿。连那熊还糟蹋圆圆，这条我绝对袂放恁耍。祝贺恁阿公阿母的感情，当姑姑。恁妈把垃圾水泼在咱的身躯顶，垃圾拢已经垃圾，姑姑哪会生有外病，更有好？伊用这种卑鄙的手段，你拢唔知？你嘛会骗去啊，对不？任性，你紧讲话啊！用心人无罪无罪，我的心坚定打袂退，这是我爱你的。